所以才叫十八罗汉，叫什么芭蕉罗汉、布袋罗汉，因为要带个布袋。挖耳，哇，他真的是沉思探手 ，is really like literally naming it 哦，开心，笑诗，那是什么？骑象哦 ，ride the elephant， 过江，静坐，托塔，举钵，欢喜，我在看心跟欢喜的差别，还有坐鹿。没有啦，卖那种冰水。昂哥我要一个 FNN 可以吗？哈以前的那种卖雪糕。老古董，黑衣服的。我进来做的是服务生。那为什么？黑衣服的，可以进来。进去。黑衣。拿这个单车咯。以前的老古董的，我还有种以前的那种烫衣服的。啊，还有以前那个烫衣服，这个哈奶奶用过了。嗯，妈妈呢？来，拿这个磨。这个是，这个我是卖什么的？剪刀。哎，那个博主刚每次有的那个阿帕的阿妈做那个剪刀，卖剪刀。OK， 拿下来，拿下眼镜花。
就是那个汤。French rice。你们没有问要卖什么，等你们就煮什么。妈妈，你要吃什么？米包渣。米包渣 ，OK， 可以 ，OK。I guess. Hey,他们坐监牢的时候要被判死刑了，在里面呢、哦。你太大了。厨房长什么样子？妈咪，哥哥啊！哪个啊？哥哥。弟弟说 happy 哥哥。厨房，厨房。
哎，要死要活！哎呀，真的是，那个怡宝真的是高山环绕。真的体力没有很好哈，不介意爬上来。刚开始我们有六个人，一个在什么裸体口被淘汰了。一个在半山腰被淘汰了，两个，一米啊，三分之一的山层被淘汰，两个是在半山腰直接被淘汰，只留谁？只留下我们两个来到这里。我跟你讲，一辈子都没有做这么多运动。所以在下面的时候只是 one fifth only。要那边有拍 one fifth 的路子。Yeah, from downstairs you climb up until here. Oh my god. You see, we climb up until the mountain right here. You start the man. Yo. Oh yeah.说这边有300英亩，高达20万棵树。